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如尚，好久不见。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十二月左右日本银杏的美景。这是新冠疫情爆发前拍的，所以影片当中还没有戴口罩的社会氛围。银杏在秋冬之际会叶子转黄，在树梢上或在地上犹如纯金般的闪耀，非常漂亮。那我们一起透过镜头欣赏东京大学的银杏美景吧。首先，地铁搭到东京大学站前，接着往地面上走，会走到东京大学的校门。嗨，现在要去东京大学。校门是靠近农学部的出口，校门口并没有明显的东京大学字样，但还是认得出来。这就是东大本。哇、哦！进去之后，校园很干净。当天气温大约九度，非常冷。黄色的银杏已经充斥着校园，门口就非常漂亮了。但是听说还有更漂亮的地方。接着要经过一个天桥，才能到达另外一个校区。听说另外一个校区的银杏开得更旺盛，看到这个天桥蛮有趣的，居然校园里面被一条路隔开。到了另外一个校区，走近一看，真的银杏树很大棵，落叶在树底下的状况非常的壮观。有人带小孩来玩，也有人来遛狗，是个都会里的大学公园。在路上看到一只正在散步的柴犬，非常的可爱。这样金黄的美景配可爱的柴犬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接着，我们马上看到一棵非常完整的金黄银杏树，人们轮流跟这棵树合照。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银杏是什么啦。银杏英文叫 Ginkgo， 日文叫 Ginna 或 Icho， 是落叶乔木，寿月可以达到3000年以上。银杏是裸子植物银杏门唯一现存的物种，和它同门的所有其他物种都已经灭绝了，因此银杏又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。银杏的叶子非常特别，是扇形，呈二分裂或全圆。嗨，我现在在东京大学，然后我们其实刚从一个离地铁最近的入口进来，所以就是什么其实都没有看到。然后这个是校园里面的银杏。然后非常的大，然后有些银杏其实已经掉光了。今天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嘛，所以如果要来东大看银杏的话呢，可以尽量选在十二月上旬的时候过来。然后这银杏呢就是臭臭的，但我觉得还好。有些人说银杏很像就是大便味，但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哎、欸，在东大。这棵银杏树前还有一个铜像，是一个建造日本东京都上野博物馆的英国建筑师。接着继续往前走，银杏的落叶积累得很厚，走起来很蓬松，因为东京的秋冬很干燥，因此走起来不会很脏很乱，蛮舒服的。有许多人在这边驻足拍照留念或玩落叶。银杏的种子呢，在中医上面称为白果，是可以入菜的。但是银杏的种子呢，如果掉在土地上面，因为含有丁酸，所以会闻起来像腐败的奶油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掉满银杏的大道很臭的原因。
我们现在呢要去最有名的建筑安田讲堂。刚才有人告诉我那个建筑是什么的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哦，这也很漂亮哎，可以看一下那个。我们的摄影大哥，那我没有给你公司，不好意思。好想当东大生哦！天哪！看什么？我真的好惨。接着我们来到安田讲堂，日文是 Yasuda Kodo， 位于日本东京大学本乡总校区，正式名称为东京大学大讲堂，共有1144个座位，三阶席728个座位跟四阶席416个座位。安田讲堂为安田财团的创办人安田善次郎所捐赠设计，由建筑师内田祥山与弟子岸田日出刀来设计，于1921年，也就是大正十年动工，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中断建设，终于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暑假的时候完工。然而在1925年建完以后，1968年东京大学的医学生掀起了学生运动，占领了安田讲堂，后来警察机动部队解除了学生的封锁，这件事件称为东大安田讲堂事件。而事件之后呢，直到1988到1994年修复完成后才再度启用，直到现在这个讲堂已经成为日本登陆的有形文化财了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要结束啦，下次影片会介绍我们去安田讲堂 Yasuda Kodo 下面的食堂 Shokudo都待偷待手库都下面吃饭。想看日本顶尖大学生东大生在学校吃什么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错过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我是杨鱼象，山羊的羊，金鱼的鱼，大象的象。我来到食堂，好大哦！